这次呢，我看到了很多的澳门的这个政界啊，关于时尚产业，对澳门的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的关心啊，这是我感觉非常开心的一件事。其实今次咧系真系澳门第一届系。澳門國際時尚周啦，今次除了是時裝品牌的發布咧，我哋仲有啲唔同嘅論壇啦。我哋係希望可以幫助澳門啲設計師啦、品牌方可以探討一條可以真正產業落地嘅方向嘅。Thank you.